小璇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干嘛苦着个脸？你快起来！段远章越趴越郁闷，赶紧的，快起来！超市几大节，快去抢购！小璇，快点，绿去冰，学习你也学不进去，你快点起来吧你！段远章太丧了，小璇，我跟你一起去吧，我去药店。 拜拜！ Yes！ 哎，你也来超市了？哦，我帮甜甜买点东西。你也来买东西啊？哦。 这是我帮顾客顾客买的。哦，你买吧，我去别墅看看。拜拜。小姑娘是要买百乐邦吗？哦，对了，医生。 就是我的朋友，他的胳膊被玻璃给刮伤了，用哪个好的快些呀？要是发炎的话，用那种软膏。软膏？嗯，这两种效果都不错。谢谢，我看看。程静，张宁，你刚刚不是在学校给尹老师帮忙吗？怎么过来了？还不是我爸。叔叔怎么了？他在家长会上说了一堆傻话。你要是有一个一年到头从来不笑的爸爸，你就知道你爸有多好。你爸在家也那么严肃啊？嗯，有的时候我们对越是亲密的人，就越是严格。我觉得叔叔应该挺好的，要不然你也不会这么。 什么？这么好啊？哼，你想夸我，想夸我早说嘛。嗯